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强。虎扑11月28日讯，今日 NBA 记者 Keith Smith 更新推特，公布了猛龙球员克里斯布歇的合约细节。根据之前的报道，克里斯布歇与猛龙达成了一份为期2年、总价135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，其中第二年为无保障，两年具体的薪金如下：2020至21赛季650万美元。2021至22赛季702万美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若布歇在2021年自由市场开启后的两天没有被球队裁掉，则他的合同将变成全额保障。2019至20赛季常规赛，克里斯布歇出场62场比赛，场均出场 13.2 分钟，得到 6.6 分、 4.5 篮板、 0.4 助攻。编辑 GOK Sun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